你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？真相还未昭告于天下，你我之间就不必谈情义了吧。十年前的旧案，即便是翻了过来，那也改变不了岱山上的人不是人安乐的事实。我们要让这把火烧得更大。好一个第二个传奇！这些人都是生命果，再次出现正是太后婚事第二日。去凌香楼找洛明熙吧，是时候安排下一步棋了。今日之内，厉家之事必须得有个了解。洛明熙，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臣愿领死罪。他为了保下自己，竟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陛下，任安乐确实弟子缘报应啊。罪臣先走一步。顾云年已死，不管他是故意屠杀帝家军还是无意，都已经无法做出判断。帝家无罪，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。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。反了，反了！请陛下给天下一个说法。大仇已报，了却心事，可是我却不知该何去何从啊。任大人也是终究同你有几分情，怎么能挑这一天呢？他如今是帝子元。孙宇君，你手上沾满了我帝家人的鲜血，我是个善恶分明有仇必报的人，为了我的儿子，我至死不悔。从这今日之后，我们互不相欠。他往日的情谊也到此为止了。